著名的商店街去走走吃吃喝喝。Let's go。现在呢，我来到这一站呢，就是清景泽超热门的一条商店街哦，它叫旧清景泽银座通。那么在这条热闹的商店街哦，可以观察到具有特色又复古的建筑哦，而且呢还聚集了不少洋食餐厅、特产古董店，还有杂货店等等的，是一条充满欧洲风情的砖瓦路哦。很多时候呢，在大城市啊，免税店都可以看到了伴手礼啊，都是来自于清景泽的。比如其中有名的商品果酱、蜂蜜布丁等，都在这里啊，可以找到了这些有名的店铺哦。我现在呢，要带你们去吃那个清景泽超有名的一家 gelato， 就是雪糕。那么热爱尝试不同款式的冰淇淋，怎么能错过这一家每日更新口味的 Libisco 冰淇淋店呢？就是在这个清景泽商店街后巷网球场正对面而已哦。就是这家 Libisco Gelato and Wine。店面呢呈地中海蓝白色，非常引人注目的。上次呢我在冬天来的时候啊，点上了一款蓝莓口味冰淇淋，特别的好吃，所以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它有分一种口味、两种口味。那么这里的冰淇淋呢，是根据季节每一天推出好多种限定的口味哦，正好碰上了夏季哦，所以这一次呢，他们推出了限定的白桃口味哦，也是众多人最喜欢吃的一种口味了。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的旧清景泽哦，银座通商店街这里。这个萨瓦亚店就是专卖他们清景泽土产那些果酱的，特别的好吃。我就没有进去排了，因为里面不给让拍摄。其实每当来到这个旧清景泽银座商店街这里哦，感觉非常的好逛，非常的好买。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有一部日剧叫《四重奏》，好，他们就是在这个地方岩井这边拍摄的。过后我现在就要走去到银座通这里了，这个插画很美，这一个建筑超漂亮的哦，是清景泽观光会馆，超美的。现在呢，我就要带你们去这一家清景泽蛮出名的一家面包店。这家前野屋面包店呢，是旧清景泽商店街中的老字号了，许多观光客呢都会特地前来这里品尝他家传统手工的欧式面包哦。在还未踏进店内的时候呢，远处能闻到了阵阵面包的香气了。看到店内摆着满满种类丰富的面包哦，每个都很想买来尝试呢。你看这里有一个新加坡的标志竟然出现在这里，这个很有特色耶，各位，你看洛丽塔风格的那种制服，哇，好美哦！你看那洛丽塔的衣服超美的，哇，它的鞋好特别，全部自己自制的花纹，看到吗？哇，很美耶！这家店，旧清景泽的银座街这里还有这一个龙猫的店铺，之前我在银座街那里的话呢，是吃过他的那个龙猫泡芙的嘛，这边的话呢只是收买他的那个小样品，这样不能拍摄给大家看的，因为店铺里面不准拍摄。超有名的 Church Street， 进去看看，走走一下。哎，这边的厕所竟然要给钱了。对，我找到米币了，米币就是这里。看它的面包好可爱哦，我就是要现在去叫这一个。
もしあの本日ご宿泊の方でありましたら、はい、今あそこに。各位，我又来了个寂寞。我要买的那个米地面包，竟然在早上9:30，半个小时以内就卖完了，好快哦！这是我第二次又不能吃到这个米地面包了。这家摊子就是上次我来吃他家的布丁，超好吃，超嫩，超滑的。真的很推荐大家。其实在这旧青井泽银座的商店街这里有很多家这个沙威亚的卖果酱的这一个店铺，大概我看起来那种计算应该是有3到4间店铺左右。这家对面专门吃热狗的面包超好吃的，生意特别的好。现在要走去这个对面街那边买那个自动贩卖机的牛奶，它有纯牛奶，然后有草莓牛奶、咖啡的都有，都是170块而已，很便宜啊！来来来，我来叫一瓶，来叫一瓶这个牛乳喝。对。你可以就是马上喝完过后呢，就是把它的那个瓶子再循环，就是放在那个下一格那一边。好啦，各位走完了这一个旧清醒泽的银座商店街了过后呢，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去到重量级的一个地方呢，那就是清醒泽的 Premium Outlet， 也就是喜欢购物的小伙伴们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打卡的。话不多说，我们现在赶紧出发驾车去到那边吧， Go！就抵达了清井泽的王子购物中心了。喜欢购物的小伙伴们肯定比我熟悉了。东京周边的奥乐呢，除了有上次提起我去那个富士山御殿场的奥乐之外啊，第二就是这一个最多观光客跟当地日本人最爱来这里清井泽王子购物中心逛逛了。好吧，话不多说，现在下车出发 ，Go！ 哈、啊，各位，终于到了。这边就是清井泽的车站了。如果你们是从东京乘搭这个新干线过来清井泽这里的话呢，需要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抵达这个 JR 清井泽的车站这里。而且呢，抵达了这里过后呢，你们就可以直接下到来这一个王子购物中心逛逛了，超级的方便。很多很多观光客跟当地日本人最喜欢买的就是 JR 的3日周游券，大概是10,000日币左右吧。你直接坐新干线这样子来回的话，都已经值钱了。然后有些人也可能就会坐巴士来，巴士也会停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本身是很喜欢买奢侈品的朋友们呢，这里的话真的是超级的好逛。就之前我来大概3个小时左右也逛不完，因为真的是太大了，有很多东西可以买，而且折扣特别的多。然后前方就有一个 Prada， 很大件很大件。这王子购物中心范围特别的大，汇集了大约200多家的商店哦。实际上看了地图指标才知道划分了10区哦。建议呢，事先来到这里之前哦，规划好路线，才不会浪费时间在找店哦。我超喜欢这里的环境了，很 chill。你们看，现在我身后空空的，完全没人。现在全部人都狂去购买东西了，然后我就趁这个机会坐在这里。今天又是周末哎，我还以为这个时间来的话呢，会超级的多人。这人流量跟以前相比的话，真是差太远了。叫了这个takoyaki，哈哈，太久没吃了。いただきます。我现在要去逛我比较想要逛的一些店铺，比如我想逛 Plaza Outlet 还有迪士尼，所以呢，我现在要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拿着它的地图，就这么大。你看姑妈的店打折哦，8折，不过我没进去看了。这是书店全打7折。Chili Coffee， 你们喜欢喝吗？这咖啡这边有卖牛奶吗？255块，
好贵哦！哎，给你们看，这个麋鹿一包400亿，超贵的。我在日本舍不得买这么贵的麋鹿喝。我看到这种小包的，差不多200日元左右这样的价格，我才会买。买这个长野县限定版的。OK， 好了。第二层原本是晚上8点就关了，现在全部提早7点就打烊了。现在呢要跑过去迪士尼，然后我就要回家了，因为现在要赶时间，要去还车的关系，所以现在要去看一下迪士尼店铺，在这里。哇，我进到来这里，听到那个迪士尼的音乐，想起那时候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你看超可爱的，这米妮超可爱的，你看这个，你关了。迪士尼他卖的这个物品并不是很多，哎，上次我在冬天来的时候卖的特别的多，好像卖的都不是很吸引我。本来我想买那个 Luffy 的，他没卖，我还以为来到 Premium Outlet 这里可以买得到那个限定版的迪士尼的 Luffy， 所以现在要抓紧好时间。你看晚上开夜灯了，特别漂亮，有观光客跟没观光客的这个区别真是太大了。就基本上如果有观光客的话哦，一些免税店的话呢，你都会看到他们就会大排长龙在外面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身为观光客，如果是来到日本的话，通常都会选择来到富士山的御殿场呢，还是会先来到这个清景泽的王子购物中心这里呢？OK guys， 今天我在日本自驾的一日游影片，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哦。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多来这种东京郊外的景点。